辉达超级晶片 GB200 在 GTC 2024亮相，并且针对企业推出完整伺服器方案，台湾厂商抢攻商机。鸿海在 GTC 会场展出多款 AI 伺服器产品的这个一整柜呢，就是辉达最新的 GB200 NVL72异能解决方案，里面就有72个 GPU， 所以它的功能是远大于现在的 H100 的系统。那因为它是用异能，所以在节能方面也非常的有效率。所以的话，这是我们英国是提供做 IT Rack Solution AI Server， 同时也提供 Cooling 的 Solution。根据了解，像这样一个 GB200 伺服器机架要$330万到$400万之间，相当于台币1亿到1亿3千万。而辉达的 GB200 伺服器解决方案来自台湾的合作伙伴不可或缺，除了鸿海，还有华硕、技嘉、英业达、广达、和硕以及伟创。从single 的就是单一的这个机器，一直到像 rack mount 的就是这个机器，还有就是水冷式，还有就是气冷式，就是这一方面的展览。原本辉达是伟创的客户，现在伟创也变成辉达客户。靠着辉达的 Omniverse 软体开发平台，伟创建厂时间缩短2个月，而台达则是唯一获邀展示电源及散热技术的零组件厂。我们的能源效率非常的高，在资料中心的这电源方面，我们的能源效率可以达到97.5%。好，那在 GPU 的板端，我们的 DC-DC 的方案甚至也推出了可能可以垂直摆放的这个DC-DC Converter。 黄仁勋表示，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，但他不认为美中关系会出现世界末日的局面。辉达将继续和台积电密切合作，而台积电将和辉达一起不断成长。记者变新闻，嘉辉，美国圣荷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